雷现，圣子出。凡世间仙生之婴儿，与九色神雷相融，即是天赐神体，可成无上至尊。未得天选之子，将是皇朝撒下海网。一个捡来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成为主家人？你想去青龙宗修武？老老实实跟旺财一起看家护院吧。武风没有潜力。老二，去吧。爹尊重你的选择，人生还是得走出自己的路。为什么是我？为你不光修为进展之无所，更有常人所不具备的精神力，是个绝顶天才。